发售价过万的12 Pro Max 啊，目前华强北批发的话2000多就能入手了，不会还有人花2000多的价格去买个苹果11、苹果12吧，兄弟们。价格优势啊，不是因为机器有猫腻，有经常关注老王的粉丝啊都知道，我是做批发的，每天采购几百台机器，里面成色各异，机器呢都是纯原装的，有些成色差的我直接是亏钱出的，成色好的能赚一点，目的啊只是为了抓紧回款搞下一批机器。但我今天新送来了一批12 Pro Max， 外观成色呢可能会稍微差那么一点，但机器啊都是纯原装的，兄弟们可以看一下，测试一下屏幕触摸，触摸也是非常的灵敏丝滑。咱们来看一下白底页面下，一定要白底页面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坏点漏液，看到没有，也没有老化，是不是屏幕非常的完美。后置3个摄像头也测试一下，拍照片测试一下，变焦啥的都没什么问题，看一下成像，成像也没什么问题，摄像头3色还有激光雷达呀，拍照也是一流的一个水平。最关键的面容测试一下，看录入非常的迅速。像这些成色差的，我们批量来货的价格呢2900，你们入手了以后还标配安排的是什么20瓦快充、钢化膜手机壳，以及最重要的180天的质保服务。有些兄弟就说了，你这些成色差的为什么要亏钱出？我相信啊，做过生意的都知道，批量到货的有的亏有的赚，对不对兄弟们？有些成色差的它本身不好出的，亏钱出是为了什么？抓紧回款，快进快出，好搞下一批货，不然的话压在库存多难受，是不是兄弟们？